春的權理法度是對我處世做事做人有很大的影響。你冇可能只是拉琴嗰一剎那係放鬆，但是你轉我頭放低個琴，其實你個人很繃緊嘅。練琴又好，練詠春又好，應該係個人平靜落嚟咯 ，peaceful， 我覺得係咁樣。頭幾堂之後咧，咁我就發覺功夫原來可以係咁簡單，可以係咁直接嘅。人的煩惱通常因為太多嘢，學咗詠春之後咧，我就識得將多餘嘅嘢攞走啦。I was introduced to Wing Chun because my father loves Wing Chun so much and named me Wu Wing Chun. When I draw, just like Wing Chun, there's the technical piece. You have to draw it out first. Then you kind of let your creativity and you let your energy flow. And with art, that's where the paint comes in.Mix different colors and you really make it beautiful. And I think in my personal life, that's where it's helped me the most. 啲藝術好講感覺噶嘛，詠春就係用感覺去做噶咯。當然啦，要去到藝術，即係話你精先去到藝術咯。技術層面去到精華就屬於藝術。大家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需求，但我們往往要作出決策的時候，我們需要自己有一個底線，我哪些事情是不會做，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這個也是詠春的法度。各位朋友，我是羅康瑞，我哋而家喺佛山嶺南天地，佛山係詠春發揚光大嘅地方。我哋希望今次拍呢個特輯咧，係可以將詠春嘅精要、詠春嘅法度係介紹俾大家。因為我自己學習過詠春之後咧，係做人做事對我自己有好大嘅幫助。佛山市係位於中國嘅南部，係詠春一代宗師葉問嘅故鄉。葉問一生致力將詠春發揚光大，而家喺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我哋都可以揾到詠春嘅足跡。師傅，我15歲跟何金銘師傅學習詠春，何師傅係葉問嘅入室弟子，我師弟雷明輝。他而家喺佛山、澳門同埋香港傳授詠春拳法。好，可以開始玩啦。開頭冇乜特別有咩興趣嘅，其實一開始咗學，咁師傅會講一下啲用法啊，講下詠春啲法度，咁就覺得好合理啊，好多方法好巧妙啊，咁就開始即係有啲上癮啦咁。我哋不斷重複練習每一個動作，好似小念頭練習嘅時候，我哋動作係好緩慢嘅。緩慢是學習放鬆和控制我們的身體，因為詠春拳法是非常科學化的，標準正確的位置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們盡量放鬆全身來練習每一個動作，然後將這些動作潛移默化成為我們身體的慣性動作。在日常生活裡面，我們未必需要用到武術和其他人去搏鬥，但是我們總會遇上不同的人生角力，无论在家庭生活或者工作上，当面对各种冲击的时候，我们能够运用詠春的法度，我们就能够控制自己，控制对手，这个就是詠春的精要。是需要嘥少时间去磨练的，好的師傅通常會給你時間去磨練，根基好的時候你的進步是無窮無盡。學習詠春是需要經過長時間艱苦的鍛鍊，先由小念頭開始，然後是沉橋和標子這三套套路。不過如果你不能夠掌握詠春的權理法度，這些套路都只是一些空泛的動作。
咏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锻炼就是108式的木棍桩法。108式是融合了小念头、沉桥和标子的手法、步法和腿法。只有当你精通了咏春的法度之后，你才可以将108式全面去发挥。现在雷师傅就在示范咏春的木人桩法，无论他身处在哪个位置，他都能够保持自己的中线和位置。日常如果你要用的时候，法度就在这里去发挥出来咯。啊，即係好似譬如阿雷師傅咁，佢一過嚟嚇，我哋攞咗，我上落去中線攞唔到，咁我又學翻而家中線嗱，佢又學我中線啊，我咪蝕曬俾佢咯，各位。大家可以睇到，雷師傅係好識得發勁嘅，攞到個準確嘅位置。当他拿到对手的中线的时候，对手是会有很大的压力。在数学和物理上，中线是比较短的距离去到对方，大家都在危险区里面，即是你在外面入来和我在直线去，是不是距离会短了？你的原位入和我直线入，我的手飙出去之后，这个角度是斜的，有东西来基本上好像一个三角会线开的，所以我们抢哪个抢到中线，哪个就着数。很多人以為詠春很喜歡打頭，其實一般對手多數喜歡打我們的頭，他打我的頭，我自然一接就在回頭去，因為我們需要平衡嘛。譬如你直槌打我的頭，我很自然我用直槌穿回去，我拿這條中線，你的直槌就線到旁邊。詠春的權利是以這個中線為主，這個是我們做人一千年都不會變的。如果我們做人沒有那個宗旨，我哋冇辦法做成事，自己亦都係唔會做成一個有作為嘅人。譬如話，我而家每一日嘅時間24小時，我係唔夠用嘅。咁但係我先定咗我的中線，我係咪要先照顧咗我屋企先咧？我係咪需要時間去做我生意上嘅工作咧？朋友嘅時間係要幾多咧？我安排好咗之後，我知道嗰個就係我自己嘅中線啦。在任何一场搏斗里面，我们都需要保持清晰的头脑。这个拳手只是用他的盲力去进攻对手，而他的对手就保持冷静，轻松到好像不用用力地就可以将他去击倒了。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好像一场搏斗，要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够保持冷静，就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初初学咏春的时候，师傅要我对着镜去学那个小念头，去练习的小念头，也要我扎马去到成45分钟，隻手是动得很慢的。我初初硬是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小念头是第一天就要学的东西，也是最主要的东西。一来练控制，也是练我们的位置，因为初初练要拿条中线，亦都系练将个身体变成一个整体。
之後嗰啲套路會轉腰馬咯，佢哋係整體轉嘅。如果開頭小點頭練得唔好，就好難整體轉啦。就算係攤手啦，睇落好容易啫，我慢慢出。但係如果練得唔好，其實會扯咗個身出嚟嘅。你控制唔慣嘅時候，扯誰更加有個高速打出去，高速打出去，但係我個身點解都唔會拉出去咧？因為呢度已經慣咗控制，將佢控制成一個整體啦。咁到呢個整體控制得好，我轉嘅時候，我先容易整體去轉啊嘛。如果你個心唔靜，根本冇可能做。咁你靜嘅時候，你同對手對打就好著數。你平靜，你個直覺先至快嘅。只有保持平靜嘅心境，放鬆身體，我哋先至可以喺危急嘅情況之下作出果斷正確嘅抉擇。小念头将咏春各种基本动作分开锻炼，包括二字揭羊马、摊手、绑手、伏手。呢啲动作是咏春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我哋要反复练习，直至掌握动作的位置同埋精要。但是大家睇见呢啲咁简单的动作，会唔会觉得佢哋冇乜实际的用途呢？咏春拳法透过一啲特定的动作，将人体的潜能发挥到最尽。这位是李博士，他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运动表现及力学实验室，他会用一连串的实验去测试各种咏春的动作，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咏春的法度和实用性。今天的测试里面，我们会看一看师傅二字钳羊马的足底压力和重心的分布。咁我哋會為佢裝上呢一個鞋墊，佢呢個鞋墊咧有99個傳感器，我哋可以睇到師傅做唔同動作嘅時候個壓力嘅分布。咁喺實驗嘅開始，我哋會叫師傅去扎一個二字鉛羊馬30秒啦，然之後佢係會打一個日字衝拳。咁喺實驗嘅結果入邊咧，會見到有一個圓圈咧代表咗佢嘅重心嘅位置，越鮮豔嘅顏色咧，亦代表足底壓力越大。師傅去做埋日字衝拳嘅時候，我哋見到個足底壓力咧都依然係好平均咁分布喺腳板後半橛部分，而個重心仍然喺腳踭位置。咁即係代表咗咧呢個二字鉛羊馬嘅穩定性咧係十分之好。如果你出拳同你平時嘅重心唔一樣，即係話你其中一樣個重心有錯。重心啱嘅，不論你做咩動作，重心應該係一樣。如果我平衡唔好，咁我嗰個連貫性就會影響咗，包括我個進退、左右移動，同埋拳腳嗰個連貫性都會有影響。譬如攤手啦，基本上都係喺裏邊消外來嘅力量。我當然我哋練習就擺喺中間，但係用嘅時候。我哋當然唔係咁對住啦，因為譬如喺側邊嚟嘅力量，我哋叫朝迎啦，就係對住對方。其實攤手係向前嘅，對住對方變咗我哋嘅直力去抵消外來嘅橫力。攤手係截擊一啲正面嘅攻擊啦。咁攤手如果我哋嘅動作擺歪少少，我哋嘅對手咧就好容易入咗嚟噶啦。咁所以我哋講嘅精細就係一定要擺啱嗰個位置。咁你再強嘅攻擊咧，我哋都接得住。咁今日咧，我哋就會睇一睇師傅擺個攤手係正確啦，同埋唔正確嘅姿勢，睇下佢嘅肌肉嘅活動情況。麻煩你擺正個攤手，你度下肌肉嘅力量。好。OK， 咁下一個咧，我哋會做一個錯誤嘅攤手動作，咁你可以隨時開始啦。咁喺個實驗結果，你會睇到咧，擺正確嘅攤手咧，師傅喺呢個前三角肌入邊咧，係會用少大概10% 嘅力量啦。如果就咁睇個數據咧，相差只係得咗10%。係。
咁但係實際嘅效力遠遠超過呢個數啊。因為如果唔正確嘅攤手，連個重心都影響埋。但如果我的手正確咧，不但止我唔會受力，仲你會受我好大嘅影響力。呢個係正確嘅攤手。係啦。你會成個人受力㗎。好，咁跟住而家就試下唔正確嘅攤手會點？我一樣用實力嗱，我會食翻你的。有一次師傅會教我咯，佢話啊這個角度係點樣，就會有幾大嘅唔同咯。我就發現哇，好特別喎！所以咧，我嘗試去用一種詠春嘅諗法去拉琴。咁我發現咧，我係大聲咗拉啦，同埋我係唔用力多咗嘅。好多人睇就覺得話：喂，係咪嗰個拳如果係勾拳啊嗰啲會力量大啲咧？但係依個就係詠春嘅法度啊，因為我哋攞咗位置之後先至去攻擊嘅。大部分嘅拳法咧，係要將個拳頭拉去後邊。然後個身體轉咁打出去嘅，詠春拳咧就為咗要做到一種效果，就好快到人哋捉唔到嘅，所以我哋唔拉弓嘅，我哋擺喺度就出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做一啲生物力學嘅分析啦，去睇一睇發出日字衝拳嘅肌肉次序。師傅身上面咧已經貼咗好多嘅肌電感應器啦，咁就可以睇到佢肌肉嘅活動。可以望一望啦，個實驗結果咧，我哋會見到啲力係由左腳開始傳上嚟嘅。首先由左邊小腿啦，跟住做左邊大腿，然之後去右邊嘅側腹肌，跟住上到去胸肌，然之後去傳去前膊，跟住最後咧就係三頭肌同埋前臂咁樣發出嚟。喺臨中靶之前嘅0.05秒，師傅先係捉緊佢嘅前臂啦。一中靶之後嘅15%，咁師傅咧就放鬆咗佢前臂肌肉啦。咁呢一個咧可以見到係去到最後一刻，佢先去捉緊佢嘅拳頭咯。喺頭先嘅實驗咧，我哋睇到你臨中靶之前嘅5%嘅時候，你先揸緊拳頭；而中咗靶之後咧，15%嘅時候，你已經放鬆咗啦。咁有冇原因嘅咧？咁樣做？如果我太早收緊個拳，即係話我啲肌肉亦太早收緊咗，會阻礙咗個速度。如果冇速度嘅拳，唔會有殺傷力噶。咁係最嬲尾臨到嗰陣，我先將啲力量集中喺個拳嗰度打出去，先至有用咯。打完之後亦都盡快放翻鬆，因為收翻嚟嘅力咧會幫助出第二拳嗰個力嘅。所以理論上嚟講，應該第二拳係重過第一拳嘅。你拉到咁厚，已經掹緊咗隻手啦，咁啲力點會鬆到出去咧？好似踩單車揦住個 brake 咁，你點會發得好？邊有速度咧？我哋要打重都係靠腰馬。靠借個地打上去嘛，咁就唔使撲出嚟啦。其實咩拳都係整體去咯，即係就算直拳，如果用基本上都係攞腰馬打嘅。有啲人話哦，詠春嘅拳由心發，咁咪要走翻中心口先打。咁其實呢個已經唔係直線，已經唔係直接啦。基本上我哋譬如喺呢度隻手，我手甚至出到嚟呢度都好啦，我就會喺呢度呢條直線打入去嘅，我就喺呢度打翻入中線。咁呢個就係好直接嘅嘢咯。有一次我手已經擺咗喺出邊嘅啦，初初冇諗住打佢嘅，咁點知佢飆入嚟想打，咁大概離岸係咁多度咯，我就喺呢度咁樣，佢就一塊板咁跌咗暈。沉橋是小念頭之後的一個練法。小念頭出手的時候個身要不喐，我哋先練習了點樣將個身體控制成一個整體。到沉橋要轉馬的時候，我才可以整體一起去轉。沉橋。其實我名字說得很清楚，未有橋的時候要找橋，那個意思。
兩個手都接住好條橋咁收曬咁樣嚟。方向的力量，譬如手轉的力量和腳轉的力量，基本上都是平衡地去，但是標指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方向去轉，譬如我的手可能在上面落而要轉的，沉橋就只是這平轉而已，所以標指那個轉馬的難度又會高了一些。好，今天呢我就簡單地解釋一下標指先。標指是什麼呢？有些人說就說是攻擊的套路，但是我們覺得呢就是救手來的，不是叫你看這一下的輸贏，是你怎樣去救回，你可能你已經失了，被人按中了，怎樣甩回，怎樣救回自己。師傅，圈這下在實戰那裡怎樣用得到呢？平時開馬就這樣撥開，現在為什麼要圈開呢？因為我們將來有些馬上是要向中線走進去的，譬如我標馬的時候你可以走的。師傅，為什麼你可以變個步變得這麼快？因為其實我只是兩步，因為我有一個中軸，你在外圍走你要走很多步，我只要兩步已經由這裡走到那裡，去這下呢就是練我們動慣這些手腕了，喐呢個手指其實係加強咗練指嘅啲方法。你見呢度唔喐嘅，呢個手臂唔喐，只係喐個手腕，亦都係練到我哋要控制住呢度咯。只係手腕喐，前臂係唔會周圍擺嘅。標指個名喺禪宗嗰個標月之子演變出嚟嘅。標月之子是見月望子，因為望望個月不是看住手指，是看後嗰下，不是看你而家呢一下的輸贏。呢個就是練脫了之後攬埋落去打呢個作用，所以脫完隻手，呢隻手其實基本上是練緊沉落嚟，亦都係練，即係等於攞對方的手落嚟，呢隻手再打。譬如俾你封咗爭啦，你點打都好啦，咁我呢度甩咗就可以救翻啦，又係。由風爭俾人，你可以打，基本上打喺呢度穿咗攞翻走。呢個咧就係隻手喺咗另外一邊啦，右手喺呢度入，我呢度急去救翻嘅啫。我喺呢邊，我就喺呢邊浸咯。譬如我發錘，俾人標咗埋嚟攬個彈，轉嘅時候用標指練個櫃爭啱扭住用嘅，咁就啱好係。由失勢救翻變翻做優勢，有啲時候可能唔知乜嘢手法，俾人逼到可能貼咗啦，冇位走啦，咁可以將呢個帶翻走，再入翻啲錘，亦都可以嘅。呢個其中一部分嘅自救嘅手法啦。既然我哋攞咗位置，我哋就應該雙手同埋成個身體可以去全部運用嘅。打裝的時候全部都是雙手。手一來需要平衡，我哋平衡就是我哋自己力量的平衡，因為呢個收翻嚟嘅力是幫出咗去嘅力嘅。另一個作用就是將對手攞跌，對手就會撲埋，我哋打嗰下就會硬好多啦。兩隻手同時平衡咁用啊！你哨嗰下我就燒打合一，呢啲叫做攤呢隻手攤呢隻手打，同時做咗啦。兩隻手另一個作用咧就係呢隻手。攞你個重心，令你用力挫埋嚟。係，你有力入，你先會挫個人啊嘛。咁呢隻手
就唔係淨係燒咁簡單啦，燒同時將你嘅重心挫埋嚟，令你撞呢個力大咗，即係食呢度力都硬咗。或者你呢邊打啦，呢邊打我已經立咗啦，你邊有機會打嗰只咧？控制咗你嗰個重心啦，咁你跌緊嗰只點打咧？冇錯。如果你勉強打呢只出嚟就仲好，咁我多一隻手俾我打啦。係。即係你擺手埋俾我攞多次你重心打，所以兩隻手就係需要咁樣用。當你打對手咁短嘅時間，你未必可以貼住對方嘅手去做咯。但如果做到咧，嗰下就係切手啦。You work day in and day out on chi sao, on form and on feeling. Like I said, I can't stress that enough. The feeling pa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because it's getting used to the fighting distance and then being able to react to the person attacking you or you attacking the person or looking for openings.靠雙手嗰個感覺而去做出啲反射動作，嗱呢個係通過一個鍛鍊先可以達到呢種行為嘅。My father often tells me, in sticky hands, you're supposed to be relaxed, but it's often like a wet towel. So if you think about a towel, it's very light, but once you soak it with water, there's a density to it. It sticks to you. It's dripping. There's a lot of character to it.很多人可能會誤會了，以為我黐手一定是這個模式的，一定是這樣才叫黐手，不是這樣就不是了。其實黐手呢就是搏擊裡面接觸之後的運用方法來的。手接觸之後，嗰個位置很少嘅啫，好細微的動作錯已經可以被人利用到，所以你必須先控制到自己先，咁你先可以再控制到對方去。當同人溝通的時候，我哋有時會受到負面情緒的影響，而唔能夠控制自己。令到自己、家人和朋友受到傷害。如果你撲身出去打，你一失咗你會跌。呢一種拳成個重心撲曬出去，我攞你就會撲埋，咁你就同我撞呢場咗。所以盡量都係攞住個重心，要入就咁入，就咁入，就咁入，就唔好打個身出去。有时我哋虽然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和位置，但是我哋都或者想急于一拳打到对方而失位，同时亦都会过度消耗自己的体力。有一场我一个半 round KO 咗对手，但系嗰人已经散晒啦，因为对手又好硬净，仲几十锤先 KO 到，嗰阵又冇经验，唔识谂。我今天就講講詠春的中道的東西，我們講的中線就是形象上的中道，其實我們的用法，譬如用力的方法、位置、左右手的平衡，甚至攻守都是講中道。我平衡去得不好，這裡去了先，那個人就跌前，你的重心就不好了，攻擊的力量會減低了，因為你不是平去，力就不是直接穿透到進去了。其實適當就是我們講的中道，譬如你想撲埋我這個時候啱好啦，但我太遲你又過咗噶啦嘛，適當嘅時間入，太快太慢都係唔好。其實詠春係攻中有守，守中有攻嘅。好多人就話：喂，綁手擺到人哋喺下邊打你又得，上面打你又得啦。但我一貼住你就打唔到啦，因為呢個係攻嚟嘅，呢個威貼住你係攻住嘅，咁你就唔可以隨便打到啦。我就可以影響咗好多嘢啦。我哋好輕嘅力。而要貼緊咗對方，咁你嘅感覺自然會好靈敏嘅。對方想喐，你已經知啦。佢想做乜，你都知道，你就控制曬佢啦。
I came over to my parents' house and I trained with my father in the backyard, and it was just us doing sticky hands. The power in which my father gave me and the exercise that I had literally took the energy out of me. And I remember at that point, Wing Chun was not just a sport, it was very special to me. 如果我们能够锻炼好咏春的拳法，明白咏春的权利，放松身体的每一部分，保持自己的位置和中线，咏春科学化的拳法就可以充分去发挥。我是会先守了自己的中线，就是我自己的基本的底线，然后我才一步一步去争取更高的盈利。这些都是咏春的法度，很重要的。咏春俾我嘅感覺咧就好奇妙嘅，因為我覺得響200年前，點解可以有人咁聰明，可以將咁多咁複雜嘅動作經驗簡化咗佢，然後佢亦都有咁多哲學嘅思想，然後擺埋一齊，變咗一套而家我哋學嘅咏春拳。可能人體咧係有好多潛在咗嘅嘢喺背後嘅，所以我學咏春裏邊，我覺得哇呢件事一定係有好大嘅精神意義喺後邊，好多新嘅嘢等住你去發掘咁樣，好有期待咯。期望學嗰啲人真係要古老翻少少咁學啦，要信師傅多啲啊，就唔好成日教師傅點教嗰種。學了不論你學成點，你真係真心去學過咧，對自己點都有幫助。I would s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n naming me Wing Chun. You're exactly right. Everything is based on a small idea and grows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I think when people understand that, there's more to Wing Chun than just fighting.希望今次我哋拍呢一套特輯咧，就係將咏春嘅精要、個奧妙嘅地方咧，係介紹俾大家，等我哋年青嘅朋友咧，大家可以明白呢套拳嘅好處，等佢哋有呢個耐心、有呢個決心去學好呢一套拳。